下一代学生行人路权联盟行人路权大游行将在明22日下午举办，游行队伍将依申准路线行走人行道及部分右侧机慢车道，请行经车辆减速慢行，执行交安严谨，将依红绿灯号志指挥通过，确保道路顺畅及游行队伍安全。提醒用路人可避开游行路段，避免耽误行车时间。游行规划将从下午16点开始，至19时30分结束。游行路线从五湖一路文化中心台楼前广场集合出发，沿五湖一路右转和平一路，右转四维二路，行经四维行政中心四维三路，右转复兴二路，右转青年一路，左转广州一街，右转五湖一路，最后回到五湖一路文化中心台楼前广场。警方提醒用路人可以避开游行路段，或依现场严谨指挥减速慢行，并留意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道。